因较早伫个一碗米糕伫个中国吼，因咧装钱的时，咧大陆因装钱吼，伫个南京的时候，因就是讲要纪念，因纪念日本买个拍啦，咩吼？那伊讲因拍赢啥？伊安怎拍？伊走赢啦，走赢吼，纪念吼。咱迄阵伫遐做一个凯歌堂，啊，到尾啊，伊这酒驾就过来台湾了吼。伊伫遐时啊，伊也要怀念讲伊较早伫迄边的，迄边的迄个状况吼。直接伊嘛搁起一个这教堂凯歌堂吼。啊，当时这是变讲因苏宁的教堂。酒驾是所大的所在吼，所大的所在，所座位都是为你看卖啊嘞。吼，就是讲驾酒瓶吼，驾酒瓶哦。正手边的左外口这边，这位就是伊坐的所在，大家去看一下。啊，左手边两位就是吼，都是人客，吼、哦、来宾。啊，这个正手边那位吼，我去甲坐过，蛮有墨迹。那地方安怎搞呢？墨墨花。新市花园，咱来安遮先讲起吼。新市花园中，就是咱头拄好咧讲的。铜像不见了，对不？迄、那個、铜像那也不见了。搞不清楚状况哩，伊想讲迄个可能有价值啦吼。啊，当作真早以前，伊就台湾的第一个西式的花园，把西方的风格带进来，就是这个花园。在1939年那个年代就开始做好。哦，啊，伊的风格的时候引进西方的思想，西方的风格。哦，加一个，加了一个，很对称。很多东西都对称的，哦，啊，这个所在呢是相对的，中间有一个水池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喷水池，啊，这喷水池它原来就那么漂亮，搞到这什么四不像，就变那么个木海一样，对吧？本来是安尼啊，搞不搞安尼？怎么变安尼？怎么等于就给盖得掉了？表示说我们台湾钱多多啦。台湾钱阴卡巴那边那个清醒都没有问题啦，啊，阮咱就咧怀疑，啊，无这个铜像跑去哪里去了？原貌性跑去哪里了？被糟蹋了嘛？被变卖了嘛 ？OK， 好，啊，东西用这个西式花园它带来有什么讯息？西方的风格，西方对生态的尊重，生态尊重在哪里呢？我觉得那个是 OK 的，很好的，你给我一打磨哦，这个水池。刚刚我们靠近来的时候，就已经看到一只鸟在这边怎么样？喝水。美人座呢？这里下的人打到美人的，你靠背，不是叫你靠背啊？我家里这里有舒服吗？对啊。大家来，我弄坐过，还有你搁坐一边。哦，这家爱困哦，啊，听你家底还洗酒洗酒酒，我真好啊。啊，这个起码不要改用开暗的，没啊，都无得挂。这间厝无，有几些？当时还有反共抗日的，反共抗日没有的，没有问题。你看颜色呢？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有看吧？打开门是白日嘛，青天上屋檐嘛，对不？满地红是啥？红砖啊嘛。还有个建筑物哦，其实。比酒驾现在大迄间厝我久啊，迄间是所谓的民国36年哦就已经盖好的，所以历史现实它是最指标性的。这个叫做奇石馆呐，啊，即马我讲吼，这个已经关房啊啦。文字馆。连房啊，我话嘛胃气啊。它里面有那个数字的。本地内面这个物件吼是藏啥货呢？蒋介石有咧收集一挂石头啦，可能唔是收集，有个人感觉袂歹，要摕予伊，安尼啦。是啊。那伊就甲收集，咱放去家啦。里面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石头。嗯。啊，这样变成奇石馆一个集散地。啊，奇石馆伊摆设，听说啦，我是后来去问的，我无啥物举证吼。外口拢个放个奇石，啊，内面吼，伊用一个水池啊啥。圆中安尼，其实蛮有它的特色的。那我在这边导览的时候呢，已经没有了。
不过我就在一直讲回忆那种情景哦。啊，来我问讲，哎、啊，其实遐石头嘞，啊，听说啦，听说那个石头大小不管怎么样哦，较细了袂可能两只脚啦，啊，较大了袂可能四只脚啦，啊，若讲较大了袂超级袂，遐个十只脚、十只脚啦，各个装啊装机吼，有心人家啦。你看，我为啥物特别强调这个建筑物的它的用心度？你们看看它的屋顶。你看它的屋顶，当时多用心呐、啊！他做的工艺的，一点颜色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象征的国旗，对不对？已经嘛象征了上面象征什么？你来跳给你点个看门啊！你来看一下，几道光芒啊？十二道光芒，往外面射出来吗？但不是，点光一个，下底一个嘛，多用心呐、啊！这表彰他当时的意志力的坚定。我连一个起始馆嘛，该起安尼安尼，啊，这个物件就是有历史建筑了嘛，为什么没有把它列入什么要保护的？那变成馆房啊，连房啊嘛废弃啊，讲遐寒哩。嗯。啊，这真可惜哦，真可怜，真悲哀啦。所以我咧讲马英九伊那有啥物中心思想，绝对无啦。光芒用起来，这是一个象征，政治性的意涵象征，没有问题 ，OK。但是。它真的有特色，当时建筑这个你看一凹一轮一凹一轮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所在那个湿气嘛，湿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湿气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它潮湿，啊，蒸发嘛，哈，你啊，安尼白白是，因为漏水嘛，对不？好水安尼漏落来，防潮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讲太阳的翕落去时，你安尼时面积较大嘛，保温嘛。环潮保温，你看建筑都有特色，所有东西真好的一个建筑物，伫个遮。伊内面听伊讲啊，内面免整冷气，为什么？它已经产生了空气的对流了。你看电管有无？有气窗有无？是。你拍开起来入去吼，凉凉，多棒！衡山所那所就在这里，已经把它围起来 ，OK。我感觉真好，以前哦，拢会当看你内面的迄个坑。我讲迄哦，阿兰个一堆哦，啊，伊即卖下较紧来围起。阿兰人正翕相，我靠边，你唔能讲翕啊。好，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要保护我们这个地块，唔是要叫人给人安暖。好，伊以前拢会看到迄坑，啊，即卖围起来哦，真搞，有进步啦哈，最起码连木会灰啦。啊，结子吼，敢若别个外形啦，啊，迄个鸟会食啦。啊，你若差不多四月五月来吼，安只行吼，好清香哦。顶环过只唱歌，你听。所以是土啊，吓。不是，来我只有翕相来，个公证拜托你讲。偏这型好无？你来看，安只要偏这型啊。歪掉，为什么歪？东北季风啊。哦。风安尼吹来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傻。啊，遐去变个太阳，伊向阳啦，向阳，要抢阳光啦，抢阳光，但是风过安尼吹来，这条路有一个意义啦。沿衡山指挥所吼，衡山指挥所就是安尼对袂？啊，你变了就出来吼，啊，遮这会当安尼行吼，你骑行就吉普啦，吉普车啦。吉普车，啊，坐吉普车，啊，所以讲以前迄蒋介石住伫遮对不对吼？啊，因后生住地呢，山的那一边呐、啊，七海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应该啦，因为我没有去证实，应该吼、哦、要找爸爸吼、哦，应该是走这条路，开这道铁门，铜墙铁壁呢，你看这个健康呢。这奥兹的呢，这桂枝呢，桂枝就是安尼，哈哈哈，桂枝，啊，奥兹就是泡的，机关是安尼，保护啊，唔多派人来，啊，当时吼，你徛你家就派人啊呢，要担心呢，好危险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看一下，哎呦，偏偏。不好意思，以前内面拢是宪兵，是啊，顶管后壁拢装机关枪，
一营的人伫遮，守护这个所在，包括芝山岩，遐拢有炮台呢。以后咱来去捣乱哦，咱看到炮台，咱留落来，要保护伊大这个所在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通道吼，代表呢，就是讲开始伫遮咧做活动的时候，就伫遮发生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去予马英九因国家停去到后边去。啊，咱事先有甲 advice。就是讲，甲报备讲吼，咱要做啥物诉求，啥货啥货，啊，拢去正当的方法吼，去迄个分局甲因报备。无报备无代志啊，报备一个吼，妥的，安怎呢？咱搁穿西装哦，吼，咱有够戆的哩。咱是讲穿西装可以较无代志的呗，较新舒的。啊，咱穿西装的是大家诉求讲啊，咱互恁看迄个七大诉求嘛。哦，后壁有一个七大诉求嘛，有无？啊，三个穿西装的哦，有这张。对啊，就这张啊。哦，就这张啊。七大诉求啊，你用起来吼，袂穿的尔吼，平平平平吼，该唱唱去啊，一个吼，拖去修理安尼就对啦。原来这个所在吼，这看也真水啦吼，其实吼内面吼真侪故事啦，下底啦，下底真侪故事哦，安怎？蒋介石伫这个所在，大所在，外围这么多保护伊的人，一种物件，一个人，迄不是人，咱大家无看到。狗，狗啊，他最相信的就是狗。啊，迄狗啊吼，拢会随身，一人顾一只，一只顾伊，一只会顾因太太。啊，若咧困的时候，就伫咧边啊。任何一项你袂当歪个，歪个绝对好命。啊，迄个狗就是有敢那，毋知一班啊，一年啊，毋搞不清楚啦。啊，迄个狗拢有啥？有进阶啦。啊，拢只要训练咯，就是忠于他啦。晚上只要对他不忠实啦，关键三秒就耗落安尼就对了。哦，啊，这个狗都有人训练嘛，主人三秒训练较清清楚。啊，这个所在就是狗舍。即摆砍起来啦。啊，即摆人过身的时候。迄狗啊吼，嘛拢无滴个吼，即狗舍吼，就甲弄掉啦。啊，弄掉阁毋甲用较清气个吼，阁留一挂阿哩不带个。阿哩不带个是啊，干脆来甲用较悬个，安尼变成大家唱歌跳舞安尼啦。所以，只要国民党行过个所在吼，当然人爱看伊个内涵，下底都有故事啦。伊若藏起来吼，是好看吼，但是真侪故事爱讲啦。啊，即狗舍安怎甲藏起来？臭尻川为人，你听无？遐狗对伊才好啊，对他真的很忠实啊。但是狗伊十年啊，狗的寿命平均差不多13年、15年嘛，迄群人狗。结果伊安怎呢？伊退休嘞，十年就叫伊退休啦，强迫退休啦。啊，强迫退休呢？强迫退休怎么办？啊，无讲叫伊去游山玩水啦，啊，无叫伊娶一个某的，拢无啦，好。杀来吼，就送他两颗子弹，安尼，安尼一颗可以解决就一颗，啊不能就是两颗，为什么呀？送终嘛。为什么？以前嘛，惊讲个狗吼，唔拄好出去外口吼，带歹人去来吼，伤害最的主人，所以送终就是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，retire。叫做退休金能量天气，咱大家人爱知影自教。所以咱头先唱迄条歌的意义啊，哈，乌鸦飞对不对？啊，甲台湾翠青的意义哈，就是讲，咱是比以前开始，但是咱即马为了家己爱拍拼，大家爱守在，大概如此。谢谢各位，大家爱个拍拼啊！这个拍拼啊，姐。好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加油！谢谢。